来了啊！哦，还可以啊。呀，好鲫鱼，啊，可以啊，下货啊。黄金吗？啊，这个黄金很棒。这是今天找的第二个钓点。开始呢，那个老钓位呢，因为这两天退水退得很快啊，那个水很浑浊，用短杆呢，开始还钓两条鱼，后来也没口啊。嗯，他们用蚯蚓能够钓到黄骨鱼，但是我没有带蚯蚓。然后呢，我顺着那个河堤啊，就找到了这里，非常大的一个回流啊，一个回水湾，但是很浅。我用那个5米4的杆子钓了试一下，好像只有60-70公分的水深啊，但是呢，看见那边有一位钓友呢，他好像我来的时候看了一下，他好像还钓几条鱼起来，所以说呢，我就来试一下啊。这个地方呢，走水时快时缓啊，有时候会走得很快，有时候也还会走得慢一点，所以这个漂呢，有时候会没进去，有时候会很高。鲫鱼个体还可以啊，说那个资源啊，资源好，资源好，有资源一点都好。哇塞！哎呀，这个可以啊，这个不能放了，这个我把鱼货拿过来。又来啊！哎呀，小翘子呀！吃烧啊！哎呀，小翘子啊！鲫鱼吗？哎呀，还是青烧啊，把桥啊。这个他们说是红尾，哎呀，我也不知道叫什么了。
这里也有黄骨鱼啊。这个尾巴确确实实有点红的，这个鲫鱼还可以啊。这个可以啊。哎呀，不大呀。想不到这么浅的地方呢，还有几条鱼啊。当中呢，我还切了一副紫线，其实呢，野钓都不容易啊。我们这边资源好一点呢，无非就是说空军的次数会少一点，也有不好钓鱼的时候啊。天上下雨了啊，那我们就收竿了。这个鱼群淋雨划不来啊。那我们下期再见吧。